帅到！各位英雄回去歇息吧。那个元帅突然派人来接手，功劳全成他的了。唉，这权力斗争啊，等了这么多日，终于让我发现了破绽。将士们，我们要大声地告诉武魂帝国，我们绝不屈服。投降帝国，天统地上。我武魂帝国的精锐，你们的前方从无敌手。胆敢挑战武魂帝国权威的，